今天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我在优衣库选的一些 U 系列的单品。然后之前我都是在网上选嘛，就会买来有些不合适啊，或者尺码不合适啊。然后这次我就是在发售的当天早上去选的，几乎没有人，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吧。所以我非常悠闲的选了我自己喜欢的款式和我自己合适的尺码。然后这次买的东西我都非常的喜欢，然后也可以用这些单品就可以做出非常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穿搭。然后我也会提到一些就是我已经拥有的，所以我这次并没有买到优衣库的单品，我自己对这次买的东西是非常的满意的。然后我们就先来看第一套穿搭。首先呢是一件这个卫衣，然后这件卫衣是男款，其实大家可以看我之前那个视频，我其实买了他们家很多件卫衣。我这次去看了女生出的那些颜色，我自己都不太喜欢。然后它那个紫色呢，就是不是我之前推荐的那种香芋紫，那个紫就不是特别的合我的心意吧。然后我就看见男款有一款粉嘟嘟的颜色，而且它是稍微有一点点高领的。我为了它比较有点缀一下吧，然后我就想搭一个小丝巾，这是我才买的，然后正好这个颜色很搭。然后这是我最近入的一个丝巾扣，我也很喜欢，超级可爱的，是银色的。然后先从一头这样穿过去，然后再拿这个从另外一头穿过去。好，然后就是这样。因为优衣库的裤子我其实有蛮多了，就是优衣库 U 系列出的牛仔裤我也买过，然后我自己觉得性价比确实很高，但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嘛，我就没必要再去买更多的了。今年就看见他们出了一款就有点类似于西装裤的那种阔腿裤，我看好多博主都买的那个比较偏深红红棕红棕的那个颜色，但是觉得我实物看起来它更偏棕一些，然后更显老气一些。同理我也没有入就是那个颜色的那个西装，我还是买了白色的。这个白色有点奶白的，不是那种很强烈的那种白色，还是给人一种很柔和的感觉。我之后的穿搭都是搭的这一条裤子，然后可能很多人会担心它透不透吧，其实它不透的。然后它的面料其实属于比较轻薄一点，就是很适合春夏穿的一个裤子啦。然后我外面如果直接搭这个白西装也是 OK 的，还是入的小号的。如果你喜欢 oversize 的，你就去买中号的，你可以不用再系这个丝巾扣，就稍微把它搭下来一点点，就让它若隐若现的就可以了。每次穿白色衣服就是会有一点太过爆。然后我还入了一件他们家新出的这个衬衣。好，这个衬衣其实有点香槟白的颜色，就是它不是那种纯白色，然后它的面料其实有点像那种很丝滑的那种面料，就是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就摸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它是一个这种小圆领的，之后我也会用它来做其他的穿搭。如果是这个衬衣的话，搭在外面也是完全 OK 的。然后这个我是买的加小号，这个加小号套在这个卫衣外面也是完全 OK 的，就有一种特别特别随性的感觉，和这个裤子也是特别的搭。这件衣服我很推荐，我觉得非常的百搭，就是不管它是搭这样子搭，然后之后我还会给大家做其他的穿搭，我觉得都非常的实用，而且料子非常的舒服。但是因为我这次买了一件优衣库的那个这次新出的那个，其实去年也有那个毛线的背心，但是我去年没抢到，然后我就会把它扣到这里。然后就是这一件背心，对，我买的是一个牛油果绿吧，就是今年最红的一个颜色，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春天，非常的柔和，然后我买的是中号的。我会尽量把其实我买的尺码都告诉大家，因为每次都有人问我，然后我的身高是166，然后体重是47左右，现在已经长胖了，47、48。然后我都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选的尺码，像这个我其实加小号也能穿，但是我就是想穿一个比较宽松一点的感觉嘛。我拿了中号和大号去试，大号穿在身上就有点太垮了。然后这个领我也很喜欢，你拿你之前的衬衣，然后把领翻出来或者这样压下去，其实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衬衣它那种材料嘛，就是你现实生活中看，其实有一点仿丝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有一个反光的，我觉得特别好看。要是你有牛油果色的包包，搭起来真的肯定巨美，但是我没有牛油果色的包包。这个背心是我去年就非常想要的单品，然后今年就是去选又有我的码，然后又有我喜欢的颜色，所以我就立刻拿下了，我觉得超级好看的。然后这个颜色也挺显白的，然后这一套其实也可以搭白色的这个西装。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搭，超级好看的。我买的虽然是 S 号的，但是其实我里面搭挺厚的。然后再说一件
这个衬衣私心来说我更喜欢另外一个颜色，另外一个颜色就有点像有一点浅浅的黄，然后是一个也是一样的是竖条纹的。但是我因为我没有买这个颜色的这个西服了嘛，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个什么样的。我至少我看的视频里面还有就是不管是小红书还是什么的，我觉得都颜色比较偏亮一点，但其实它实际生活上看它是一个比较深的颜色，搭这个白色的西装嘛，然后有一个撞色的那个感觉，材料其实很透的那种，你们看就很容易看到里面的衣架。我是之前穿的那个背心嘛，所以我就穿在里面的，或者说你穿个运动的 bra 也 OK。 衬衣我是买的加小号的，但它还是很有 oversize 的感觉。然后我把下面的两个扣子交叉扣了一下，大家也可以交叉两个扣，这样会显得更加修身一些，是正常扣扣子的一个长度，这还是很帅气的一种风格了。然后来搭一下，有一点撞色的那种感觉吧，就是让它颜色的对比度稍微强一点。材料也是那种棉的，就很舒服很亲肤，然后很轻的那种西装。我来给大家搭一个大衣在外面看一下，就特别的暖和，就如果现在这个时间穿这个大衣还是很 OK 的。然后你到了室内把这个大衣脱掉，所以它要是正式的话它也 OK 的。因为现在其实像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冷的，如果穿春装的话稍显有点太早，所以你搭外面搭一个大衣。我来说一下这件衣服，这个其实他们有一个同色系的衬衣，我看非常多人推荐，但是那个衬衣我看了，我有很多那种类型的衬衣就是很 oversize， 然后这两边有一个两个大的口袋，就比较中性风的那种衬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衬衣你可以去入一件，但是因为我已经有了，所以我就不再想要购入了。 Polo 衫我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这个入的是加小号的，如果我忘记说码数的我也会打在新西兰的，摸起来特别的舒服，然后特别的冰冰凉凉的，然后非常的贴肤，一点一点都没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穿在里面会不会太厚，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贴身的，就是你看我穿加小号的，里面还穿了一件，其实里面那个背心质地还蛮厚的，然后它就这样的也很显腰身，然后这个颜色真的很显白。然后我还入了一件就是他们家这次必入的一款针织衫，我自己个人觉得是必入的，然后它是有这个白色的，还有非常多的颜色，但是我选择了白色的，因为我个人觉得白色更百搭一些。它还有那个黄色的，还有一个牛油果绿的，而且这次我也只入了白色的那条裤子嘛，就是这样整体的一个色系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就是它这次的这个白色和我裤子的白色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奶白奶白的颜色，不会给人太强光的那种感觉。然后如果你要在这个外面再搭上这个西装也是 OK 的，我也试过。然后我再搭一下这个大衣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色调配这个也是完全 OK 的。然后这次优衣库的风衣我是一件都没有买的，我觉得他们的风衣的样式比较的普通吧，而且我现在还没到穿风衣的天气嘛。但是我看了一下男款的外套，我有两件，当然在店里看见的我还蛮喜欢的，喜欢穿 oversize 一点的外套可以去选择那个，我觉得还更特别一些。然后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一个短裤吧，然后这是他们今年出的短裤。因为最近我一直在想要不然我反季节的在就是电商网站买一些短裤，因为我夏天有穿嘛，会把我最近在电商选的那些短裤都列在信息栏，大家想的话自己去选一下，因为都是折上折，一不买那个就卖完了，就是说我可能来不及给大家出一个视频，然后现在正是买的一个好时机。夏天的一个短裤 U 系列的，然后也有很多个颜色，我肯定是选的白色嘛，因为我有给大家说过我非常喜欢浅色的牛仔裤，但这个白色就很白，就不像这个奶白色，它是那种真的纯正的白色。然后我上面是搭了一个本来是这样的嘛，也可以直接搭这个短裤的，或者说任何的 T 恤你都可以搭这个短裤。像这次的 U 系列的 T 恤我并没有买，因为我之前已经买过很多优衣库的那个 UT 了，就是对我来说是太基础的一个单品了。然后外面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衬衣，然后这个也可以用来当做空调衣什么的，就是披一下，或者你这样系一下，或者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就扣子反扣一下显一下腰身。然后我看看很多人想单独来穿这个背心，因为我这个当时是买的中号的，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把它配在外面的，单独穿的话会不会有些大，我自己个人觉得是稍微有一点大了，再小一个码或者小两个码就是比较适合单独穿，单独的话稍显有点大，是不是？我这儿加个腰带稍微有点大，
然后我最后来说一个裤子，这个裤子这次 U 系列又出了，然后就是这个灰，然后里面有一些小橘的点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就是非常厚实的那种质量，就是很实，就算是比较冷的天气穿它也是 OK 的。然后这个是我在去年买的，然后我之前也出过穿搭给大家，就上面配了优衣库的那个长袖的卫衣，也非常的随性，非常的好看。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就算我穿平底鞋也不会拖地的，但是这个你就要配一个老爹鞋，就是这两条裤子还是非常显腿长。然后这次 U 系列还有一个单品，就是非常长的那个长的衬衣或者长的连衣裙，那个我是一件都没有入的，然后那个的版型也比较宽松，就算你买加小号的话也是比较宽松的那种，反正我不是那种风格的女生啊，我买来是不会穿的，所以我就没有入。还有就是各个博主都推的那个裙子，我当时在店里也看了，但那个裙子的质感啊什么的，确实像大家所说的一样，就是很垂坠，然后版型也很好，但是我是不会穿那种，就是我买来以后最多穿一次就放在衣柜里了，所以那个裙子我也没有买。那个凉鞋我觉得还男生还挺适合穿的。然后这次 U 系列还出了小朋友的系列嘛，在我们这儿是2月份才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小朋友的系列嘛，我还个人是非常的期待的。好的，这个是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十样在 U 系列精心选择的一些单品，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这次的视频我就没有搭包包了，如果大家喜欢看我像上次出那个毛衣一样，就是和一个包包搭配起来，大家可以给我留言说一下自己的喜好。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拜拜。